主作啊，极恶的人，王星是什么条件呢？忏悔业障，发菩提心，以向专念。什么是菩提心？老岳大师在要解里面讲得真好，一心一意求生净土，亲近弥陀，这个心就是无上菩提心，讲得真好啊！因公老法师对有这个要解赞叹笔记啊，真正是赞叹到极点咯。伊啊老大人讲。即使过后再来，甲阿弥陀经做一部即个注解啊，也未当啊超过其上。这是伊对我的大师赞叹，祝福来自阿弥陀经也未当超过伊啊。有人怀疑。也毋是普通人，老法师啊！我伫个新加坡，延培法师有一摆请我食饭，伊就讲出即个问题。伊讲啊，因乐啊赞叹，是毋是伤过分？我甲延培法师讲，因做啊赞叹的一。点啊都未结婚，赞叹甲拄拄啊好啊，这是真的，毋是假啊。老和尚一生恭敬教学，安怎要有这个疑问呢？这咱来知影，你啊细心去加观察，伊是毋是发菩提心？这是一个标准。菩提心的体是什么呢？真诚啊，心内有疑。人生就无了。这诶，大德，伊诶本咱毋知影，咱看的是迹象。那咱用真诚心来看待这个代志，原本法师是菩萨。以做这个实现，提醒人啊，咱那无咱来知影，啊，伊到底是真菩萨还是假菩萨？你唔免去管呢，无真假，为什么呢？相随心转呢、啊？我是真心，伊就是真菩萨；我是妄心，伊就是假菩萨。那有什么真假呢？拢在你的一念之间啊！念佛的人，念念是阿弥陀佛。我看所有一切众生拢嘛是阿弥陀佛，真正绝对不是假。那一切人是真的。西方极乐世界回草球啊，拢嘛是真的；水鸟拢嘛是真的。阿弥陀佛变化所作啊！啊，咱今仔日这个世界上回草球啊，这鸟雀是不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？那就看你的心咯。
你的心思伊就是啊，伊就袂假。你就真正听到鸟雀风声底下的说法，你真正听到。连脑里只风，连大雾，叫做世界变一切处。明白这道理，这是真的一点也未记啊！科学家今仔日会当啊，印证到的是边缘已经啊，是真正了不起咯。咱生活伫倒位咧？无论生活伫什么所在，拢无离开极乐世界，拢无离开阿弥陀佛。关键是咱是毋是真正相信、真正发愿、真心就是菩提心。真心是体啊，菩提心的理体，清净平等正觉是菩提心的自受用。你家己享受，这就是极乐啊！清净心是极乐啊，平等心是极乐啊，觉离不迷是极乐啊。是你家己心内本来就有的啊，不是外面来啊，外面无底车啊。现在咱的清净平等觉走去倒位咧？迷咯，迷咯，主要会记得，并不是无去，只是迷咯。你只要一个感悟，你就会发现伊伫个啊，你就会享受到啊。啊，咱这个失去都是叫迷失。不是真正失去，刚悟了，伊就现前了。现前了后，仪器的作用就是看破放下，看破是明了。宇宙之间一切法，体性现象。理事因果你全部都通达明了啊。那就是佛知佛见啊。法华经上所讲的佛知佛见啊。有佛，佛有教人什么无？佛什么都还无教。佛是物件教人啊。我只是甲伊家己啊，甲我讲出来，甲咱分享，甲咱讲，你嘛有，伊嘛有，各人拢嘛有。你只要啊，对迷惑颠倒越倒转来啊，你就看到有这款代志啊。但句拢是真话啊，但句是实话啊。真明白咯，这个世界上无灾难，灾难是不善的啊，心行无法的事件，这个事件是假不是真呢？确确实实，佛在啊经内面举的比如是真正有道理的啊，梦幻泡影。啊，这款的代志啊。